大家好，我是悠悠。朋友们，你们有见过这种鸽子吗？猛地一看，像是那个麻贝，其实它不是麻贝，它是德国七星。它跟麻贝有所不同的就是，这个主条上面有这个白点。已经来到我这边有三四天了，之前都是在仓库，我没有带过来，放在那边养的，先让它做一下应激，因为快递好几天，小鸽子是有点吃不消。后期的话，这个脖子会像雪花一样的黑白相间，也特别的漂亮。对于这种七星鸽，我还是没有很多的了解，只是看上去羽色特别的漂亮，特别的喜欢，就拿下来了。也就等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了，已经。最近都不打算养这个观赏鸽，也不打算引新品种了。其实这定的鸽子发过来是很正常的。你定都定了，给人家说好了，你说不要了，这不是违约吗？这羽鸽子的主条上面还没有完全的呈现出来那个白点，这个羽条上已经呈现出来了。看上去特别的漂亮，招人喜欢。朋友们，你们感觉这种鸽子漂亮吗？我个人感觉还是蛮漂亮的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。有喜欢悠悠的视频的歌友，还请点个关注，点个赞。我们下期再见。喜欢这种鸽子的歌友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一起探讨学习。再见。